跟你讲，我有点起鸡皮疙瘩，就觉得我有很感动。今天合作对象重点就是小心不要受伤啊？哦，对，小心不要受伤，是有危险的。野兽吗？有一点危险。哦，怪物吗？对，就是一种囚禁的感觉。哦，待会大家看一下，囚禁，还要被囚禁。嗯，Hello， 我们今天要跟马戏之门的老师讨教，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合作的项目是什么。走，要紧张了。老师好。喂，哎，来了。哎，老师好。老师好，我是艾瑞瑞。哎，有，我给你通过电话。哎，坐。这首歌是一个女歌手叫Amy Winehouse 她写的。一对情侣，然后男方呢，就是跟女方分手了，然后男方跑去找他的前女友，然后女方呢还待在那个没有办法释怀跟他分手的那个黑暗世界。对。其实这首歌歌词写的比较黑暗，但是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画面是忧郁优美的。哎，这样子让我联想到我练的一项道具。什么道具？来了，终于装好了。这个很大哎，欸，我想说在整我吗？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唱歌我是要跳火圈吗？那你可以先摸摸看这个铁环，如果出现在表演里可以去感受它，感受一下，抬起来看看重量。怎么样？小心小心，脚很重了。那个环有16公斤重。我想有几个动作就是走不出去的感觉。我原本想说我应该可以就是在上面，然后老师可能转那个环，然后我就手架着就好了。那好，重心是左右交换。好，喂，等一下，快点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老师一晃我整个人就是会飞出去，我也不想要就是因为一个动作然后把整个我想要呈现的气氛都毁掉。好，那不然也有其他方法。就是你唱歌的时候同时搭配这个铁环的穿梭。所以我们到最后决定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给老师来做，那老师做了很多很优美延伸的动作，让整个我跟他的画面都比较和谐，这点非常谢谢老师。很美。跨界合作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艾瑞瑞，你会真的憋着呼吸在听他诠释这首歌，然后他躲在那柜子，这个东西设计的太棒。躲进柜子的桥段其实主要是在讲说，就是我回到阴暗的角落被囚禁住，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出去。对，这是我的概念。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马戏之门的 Aiden。 大家好，我叫亚当。亚当你好，这个是大环，对不对？对。大环这个像你们这个技巧啊，是非常难的，而且它还16公斤重。哈，有16公斤重。其实光是刚刚艾瑞他虽然没有在大环里面，可是你们要走，他我就很怕他脚被压到。这压到真的会很痛。那跟瑞瑞其实练了很久才抓到一种方式，不让他影响他的唱歌，然后做出漂亮的画面。对啊，他们这个其实很美的一种文化型的表演。这首歌虽然它没有特别的飙高音啊，有感觉上没有很大的起伏，但是它情绪是要做的很足又很细。所以我刚刚看我前面的那个 monitor， 我看他的眼神，他真的很专注很投入。但是同时其实他躺在那边一开始起身的时候，我讲我有点起鸡皮疙瘩，不是我怕冷，所以我刚刚一起身，我觉得他动作很美，然后一起来的时候唱歌，就觉得我有很感动。
我觉得很棒啊。谢谢老师。但你刚刚那起来真的很美，那个发丝这样子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不漂亮。对，我们讲唱歌好不好？讲到这么漂亮，艾瑞瑞突然兴起来了。对，我觉得艾瑞瑞的表演，我觉得真的很佩服，因为真的唱得很细。然后他刚说这个歌的那个情绪很浓，有没有？就我最喜欢刚开头的时候，那个浓到那个都有点痰有点黏住那种感觉，哇，那就是。但是又不会出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就是在那个状态里面，所以你就是有一点点沙哑，有一点点卡住这样。没有，我说真的，我很喜欢。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有一次提琴刚渐慢慢渐强的时候，你就是也唱了一个一样的旋律，跟他一起渐强。然后我真的分不出来，哎，那个声音是提琴还是你的声音？这样哦，这样，我觉得那是一个亮点。嗯，对。这一组里面呢、啊，呈现出我们这一次《森林之王的》的不同面貌的一组。像艾瑞瑞唱歌，其实是有一点神经质，甚至于歇斯底里。那当然，这个东西就是比较，我觉得是比较意象的。我自己在想，被困住了，想要抽离，想要逃离。哎，我讲对了，对对，所以完全偶尔也是有内涵的。怎么没有人夸奖我啊？老师好棒啊！没什么。我心目中的瑞瑞哈，目前为止他唱歌一直给我一种很会胡思乱想的感觉，永远都会想东想西，可能他心里的画面太多了。他会想要用这种共鸣，想要用那种唱法，想要用这种走位，想要用那种造型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你统整的最完美的一次。谢谢老师。对，就是你前面的气氛酝酿的极好，包括你的肢体、你的唱法、你的假音、你的呢喃，然后到那一句 "We only say goodbye with words"， 那里也是唱的极好。We only say goodbye with words。而且你把你声音的另外一个面向完美的展现出来，就在一句之间，包括我觉得你选择 Amy Winehouse 这首歌搭配大环，我觉得也是极妙之选。We only say goodbye with